眼手红锤，右手握拳，两手往内转，然后翻一下，开壳，开左腿拉开，再打一个圈，一开一壳握拳，好，两手对拉，螺旋往前冲拳。好，现在讲解一下。一开始，现在我朝这个方向打一下，右手握拳，两手微微卷壳，然后翻拳，这样翻开，这样壳开再壳，然后一转身提右腿，膝盖提起来，一提起来落步，两手往下插，手脚在下面，左手手脚在下面，右拳在下面，在底下往下插。好，我转回来打一遍，握拳，翻，提起来，两手交叉，身法转过来，正右爪，两手壳，然后开左腿，开左马步，你看，左手拉，右拳往右手边打出去，这样对拉一下，重心过来左腿，然后右拳在身体前面跨圆，左手推出去，收回来推出去，再交叉一下，两手分开，开壳，肩要松，然后左手五指靠壳，这样抓拿，左手往后拉，右拳往前冲，变成左弓马步，啊，一冲拳，螺旋打出去，啊，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发劲，这样子，或者是变成跳步，啊，初学一般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打出来，把它做清楚。你看，练松柔，放松，把它练准确。开壳，开左爪，拉开，两肩保持松沉，重心过来右腿，两手开壳打拳。好，打最后一拳的时候，我转过来，你可以看到我左手抓拿往后拉，这个手往后拉，右拳冲出去，松活弹抖，你看，我从不同啊，我在不同的方向打一下，很清楚，往后拉，左手不能拉太多，不然肩就受伤，拉一点点就够了。可右手配合，右手是螺旋打出去，啊，好，再示范一遍，卷壳，开，转身，提膝盖，膝盖提起来，正爪，开左腿，左马步，好，右胯配合，移过来右腿，开。壳一蓄一发，蓄劲，好，发劲，螺旋打出去，眼手红拳